你拍过的所有戏，不一定是《山河令》啊，最难就是特别困难的这个让你特别难忘的是哪场戏？就之前小美满还是新疆都可以。每部戏其实都有比较累的时候，我就说《山河令》就是印象比较深的一样，我们在那个仙居，横店有个仙居，然后拍戏，那是在河边，突然狂风阵作，然后就马上就要下暴雨，然后呢我就在那录，我因为很符合当时的心境，有句台词说你看猫头鹰在笑，对，他一笑就要死人，然后他们就都叫我赶紧跑，那个张老师让我赶紧回房车，然后我没有经验，我和弟弟呢就跑到现场棚里面，然后张老师他就溜进了我的房车，我们现场棚好多个人，那个棚要吹飞了，大家都把那个棚一直在那撑着，不然不撑着就会吹飞，他倒是很有经验。明知人心难测而信之，我想赌一把，你
是我认识的那个人。也许世界上也有5000朵和你一模一样的花，但只有你是我独一无二的玫瑰，只有你是一直陪伴在我身边，我们相互灌溉。晚安，我的玫瑰。